我们在玩理性的时候，经常因为没有控制而让残血跑掉，非常的气愤。于是我发明了一款新式装备太阳之力，这个装备主要调整二技能和大招。我们先来看看大招，可以无伤推塔，就像这样，非常的好用。再来看看更厉害的二技能，第一下攻击是冻结，防止对面逃跑；第二下是拉回，快速将对面拉到身边；第三下是诅咒，被诅咒的敌人在十秒内一直受到伤害；第四下是召唤小怪，召唤出来的小怪非常的合理，既可以攻击对面，也可以攻击我方，大大增加了游戏的公平性。我们来看看实战效果：冰冻、拉扯、诅咒、召唤，给我挂掉！再来试试无伤推塔，没有人能阻挡拥有太阳之力的理性。一下，两下。哦，对了，顺便把自家兵线吃掉，别便宜对面。刚刚我说过，小怪虽然是我召唤的，但是他非常的合理，敌友不分，而且防御塔还奈何不了他。不过休要放肆。既然都这样了，那就把雅典娜一起收了吧，免得贬低说我偏心。六个追一个，还被鲁班大师念住，只剩我一个，但我依旧相信光。终于没人能阻止我推塔了。